哦，今日嘅重本好冻啊，2度至13度啊，而家气温系16度啦。嗱，一般人就嚟重本，主要都系去我谂三个景点啦，比较匆忙啲嘅。第一个就系上高地啦，第二个就系个成安高原啦，再系又去埋嗰个立山嗰边啦吓。跟住就去埋重本城咁啊，匆匆离开噶啦。不如趁我哋有时间就探索下呢个城市。除咗呢啲景点之外，仲有乜嘢系有趣嘅地方咧？吓，好，即系行下先。嗱，离火车站唔远有一个公园嘅，其实又叫。重本逆前公纪念公园啊，佢唔系好大，睇睇啊都吓，去望一望啊吓，睇下会唔会有啲惊喜啊！入口有啲花几靓，哦，啲杜鹃仔嚟嘅呢个系。杜鹃花嚟嘅啫，哇，好多花嘅入边啊有，哦，上去望望先。哎，有名喺度，重本逆前纪念公园啊！我谂你应该系第一个介绍，你系你幅相啊，系咪？系啊，成排凳啊！啲老人家嚟噶嘛呢啲？你睇呢个公园，有一个老人家。三个啦，而家系。嗯，一个后生仔，一个阿伯，同埋一个阿婆，几靓啊呢度。嗱，啲枫叶嚟嘅呢啲，嗱，假如咧秋天嚟咧，啲枫叶啊变晒咩噶啦，红卜卜好靓噶啦呢度。秋天你打卡话成，哇，成个公园都系咧，就好多人嚟啦。啊！全部都系枫树嗰啲。啊！嚟到前面呢条街道啊，大环街道嚟重本咧，一定要认住呢条街道啦。呢条叫做善光寺街道啊 ，Google 咩叫？以前呢条桥嚟嘅，以前系啊，以前桥嚟啊嘛，后屘填平咗，冇咗啫嘛。见到啦，见到桥墩啦，两边系啊，见到边桥墩啦。呢个善光寺街道啊，但系旅游局要叫呢条嘢叫本町通，本町通啊。嗱，沿住度一向上行咧，向一直向前行，去到重本城嘅，对到正重本城嘅入口嘅，一直向前行会唔识路噶啦。嗯，所以嚟咧重本。认住呢条街道就一定唔会迷路啦，啊，应该都系最旺呢条街道嘅，应该系。呢个小巴喎，系咪喎？重本中央幼稚园，诶，佢呢度叫幼稚园咩？有架重本周游巴士路线图。不過重本咧其實好細嘅，重本市好細嘅，行路你咁行，慢慢行，一陣間行曬，唔係好大的。即係我就 prefer 咩咧嚇，行路咧唔係好大，睇下嘢。個標都見到啦，
一直喺度直行嘅，老曹本城嘅一樣嘅，真係即係直行嘅，真係去到尾個盡頭就係曹本城嚟嘅啦。呢度都係俾車睇嘅，唔係一樣嘅，一樣嘅都好易嘅。呢條善光寺街道，一般叫做本丁通醫嘅，本丁通啊，去到尾就係嘅啦。沿途有啲商場咁樣咧，一般都行下商場。今日冇乜太陽。我知道台都話有少雨嘅，都係三度至到十三，二到兩度十三度嘅，都幾涼下嘅，而家都赤赤嘅啫。喺未來嗰個半個月咧，都係翻即係呢邊長野縣咧，都係話零度，有負一度都有，兩度都有啊。所以啲衫都唔敢掉啦，跟住啲衫係冬天慳掉咁啲嘅嚇，點知？啱相反，著到尾條線，啲路標幾過癮嘅。佢唔係用傳統嗰啲咧標示嘅，係用個石頭。嗱，左邊行咧就係松本駅，好難睇喎，好朦啊。啊，松本駅向前行咧就松本城，不過好朦啊，見唔見到？邊個見到嘅？好啊，向前行松本城。不過今日我哋唔去松本城啦，咁行下街先啦，唔使咁急。見到嘅，叮通啊呢、這個係啊，叮通醫啊嘛，我都見啊，係啊，一般，但係 Google Map 係叫咩？善光寺街道嘅，有啲應該叫本叮通醫嘅。好、簡單嘅，一直向前行咧，就係、去松本城咧，好簡單。喺松本城之外咧，仲有好多景點嘅，仲有嗰個舊開智學校咧，都幾靚下嘅。藝術館咧，松本市美術館同埋嗰個深公園啊，要見曬啦！深公園 ，OK， 行下啦。今日第二日喺松本市，天氣都係蒙查查，有少少微雨咁樣啦。依啲地，依日子就會去咩嘅啦，城安公園同埋上工地嗰啲嘅嚇，前次兩次都係落大雨，今次梗係想好天啲，不過未必去嘅。今次我哋真係啊，或者去間下啲其他比較冷門啲地方啊，咪去完又去，有時都幾悶下地方嚇，即係冇驚喜啦，即係都知道曬係咩地方啦。哇，都幾多中都啊，都幾多土土煙喺度嚇。啊！我哋屋企啊，如果我哋遲啲都會住去嘅，我哋程都應該唔記得咗邊度住咯。依長野都係住去嘅，翻下屋企啦嚇。松本都幾多數好煙啊，經過兩間已經係。啊，啱講起去上高地咧，其實上次嘅旅程都幾慘嘅。我哋喺高山停留四日嘅，已經係諗住咧，因為咁重要咁貴的地方咧，諗住就係驚落雨啫，諗住咧就停留多幾日。總之邊日好天就去邊日去。哇！呢四日都落大雨，到咧第四日都冇計啦，一定要去嘅，唔係走啦嘛嚇。有次時間唔好長啊，所以今次梗係唔想再落雨，係再去啦嚇。不過上次真係～都幾慘，四日連續落大雨真係啦，日都落大雨真係逼住拉屎嘅落大雨都去上高地啊！喂，嗰次應該唔去，應該就係應該唔去，唔好嫁佢，搞到軍狼狽。咁留翻今次去咯，可以。今次唔會係連續七日都落大雨噶嘛？機會唔係咁多，應該我估。嗱，行下啲比較現代化嘅商場啊！都有少人介紹松本嘅市區嘅商場同埋街道啊，個 Parko 都幾多啦，到曬大型啲見啦嚇，行下松本城嘅 Parko 啊，都幾大間嘅個 Parko， 好嚇，跨住啲大亭子啲 Parko 啊。
哇，这花中好靓啊！而家系咩？几点钟啊？我哋睇啊，身上而家系2:43啦，差唔多啦，系咪？嗯。天寒地冻，最好行下商场啊，真系。诶、哎，都系一个了解嚟嘅吓，了解下当地人嘅生活咧，呢度嘅物价高唔高？哇，好近咯会。哇，一般商场一样啦，有少似刺激店。啲服饰。有超市嘅啫，一般嘅咩咧？樓係 lifestyle goods fashion 同埋 food， 會有超市啊！我睇下啦，好似雜亂好似，應該唔係大超市嚟嘅。我坐樓下買衫啊！睇下啦嚇，冇印良品，都係食物嘅喎，佢有。冇印良品。係食品嘅喎，不過咁雜亂應該唔似超市，超市通常要曬嘅嘛。都好淡靜喺度啫。同埋一般旅客嚟呢度都話去松本城啊、上高地嗰啲地方嘅啫。我都少見人話松本城嚟行商場啊，即係。好匆忙咁走咗去，可能依啲嘅食物嘅啦，方便啊，一包包寄出嚟，已經夠曬冷了。寄出嚟，可能擺雪櫃嘅，可能要擺雪凍嚟食。應該要雪，咦？但係佢呢度都冇雪。唔係，擺雪嚟好食啲啦，冷面啦。即係你雪完先至食啊？可以唔雪嘅，可以唔雪嘅包仔啊。佢唔係貴喎。一剪開食啦，係啊！好多啲標榜咧唔使煮啊嘅食物嚟嘅，誒唔怪日本人咧，即係壽命越短，即係由以前誒最長壽下降到誒而家比香港追過添，真係慘。我哋下幾層四層應該係嚇，依層係四樓嚟嘅都係，全部都係賣啲服飾嘢多啦嚇，男裝、女裝、童裝。好，我哋好睇，系冇超市，乜都冇嘅。松本嘅街道其實好靚嘅，真係。係咪竹湯嚟㗎？竹湯嘅。坑渠水嚟嘅咋？溪流啊嗱，市區中有溪流，青溪村啊。哇！咁靚嗰啲花開到。啲杜鵑嚟嘅呢啲。啊！幾正？去个信会 Media Garden 望望啊吓，啲座嘢，假如好天嗰时咧，天暖咧就好难坐喺嗰个平台度睇风景嘅，啊，但今日咁冻就唔见人坐啦。嗱，呢度嘅樱花仲好靓啊，仲未落啊。嗱，呢度佈置好現代化，好多空間，啊，幾睇下呢個。
有没有人买的？哇，全部空。二楼都是咁淡静嘅，真系，即系香港真系好难得嘅嘢，都常常啲嘢都人山人海嘅。原则上啲伙计系多过顾客嘅。买运动嘅 ，North Face 香港有啦 ，North Face 啲露营产品嚟嘅真系。Median Garden 嘅衫系 Restoring 啊，都淡定。嗱，呢度最大特色就係咧，有個佢叫觀景台咧，啲露台咪走咗，可以望住條街道正啊！講下冇人睇你嘅。啊，望住條街道嘅。係唔知有咩好望嘅？望個市街啦。都好遠嘅。係啊，望個街道啦。望到雪山啦喂！然後少少啦嚇。雪山啊！大把數都是的，這個阿爾卑斯山的山脈來的。Media Garden 三樓的觀景台最大特色就是可以望整條街道，當然好天不是那麼冷，坐在這裡啊，欣賞挺好的，然後看到遠處的雪山的，不過很朦朧，看不到的。在 Median Garden 的商场向前行几分钟就来到中丁通商店街。是这样的。这个商店街和大阪那些同其他地方不同的，是没有上盖的。因为是一些乡村式的商店街的。叫受風寒之苦咯，哇，好 Q 凍，哦，氣温驟降啊！一到而家叫一到四點咧就哇嚇咁下降咗曬，我哋而家八度到啦，應該係。鬼佬著曬羽絨嘅，我哋只係著件咁薄嘅衫啫。今次雨處錯誤啊，真係今次真係嚇，連啲鬼佬著笪大羽絨嘅件嘅嚇，咩？是啊，穿大羽绒嘅。哇，千几蚊一个行堆嘅，哇，几劲。因为谂住四月中全部都变咗夏天嘅啦嘛，已经系以往嚟讲系着风褛啦嘛。哇，今年四月中又着大羽绒，人哋仲要系，应该啱买嘅啦，喺度买嘅。呢条中丁通衣商店街啲嘢咧系。快到飛起嘅，一個蛋糕仔啊，一個蛋撻都要成千 yen 嘅啫。因为行喺呢条街，你我谂起香港都系条街类似嘅，唔似啊嘛？系啊，好似嘅。边度啊？不过冇咁长嘅啫嘛。边度？你大屿山要经过东涌嘅。东涌起晒楼啦，而家。梗唔系啦，东涌搭车去大屿山。
玻璃接之前一条街好多铺头嘅，个名我突然间又唔记咗啦，一路人唔知咩证嘅，真系，所以真系成日讲去嗰度去嗰度嘅，但系而家突然间唔记咗，我嗰度啦吓，嗰条街啦，好多类似咁样设计嘅吓，突然间记翻呢个名字再讲。昂平商店街啊，突然间又醒翻起啦，真系唔知咩事嘅。昂平啊，昂平商店街，谂谂嘅 ，recall 翻 memory 吓，都系咁样嘅。嚟到女鸟渔村啊，咁样怪。女鸟渔村啊，见啊，有少少似青鸡村。啊，女鸟渔村啊，咦，喺观鸟喺度，啊，见见雀仔，见唔到。呢条会唔会系城首通商店街？应该系啦，吓，系啊，而家现在地啦，再往前行都系松本城嘅，好细呢度系，吓，系啊，行都到啦，不过唔去啦。都系啲商店街，所以正喎、啊，車輛禁止進入，可以安心咁行。係啦，呢條係城首通，係幾見到啦？啊，城首通嘅活化計劃啊！即係鄉村式嘅商店街咧，呢度係。咁呢度 OK 喎，啲生果唔貴。有間超級市場喺度。有事都俾你。哦，生果店喎、啊。生果店。哦，生果店係啦，買啲生果咧，因為咧 Super Hotel 就冇有冇生果嘅。之前嗰間咧，哇，多到咧實在驚。呢個 OK 喎。300哦，冇。350啊。有其他嘢食啊？都係細粒啲嘅啫。試下其他嘢或者嚇，其他嘢咪100蚊粒，100几蚊粒咯。整下啲士多啤梨啊嚇，300 yen 就哇好細嘅又，細盒啲，380好細嘅嚇，冇咁大粒咯。橙就5個咯，480 OK 啦，100蚊都唔使一個。上次食個金扒咧，好嗰條骨好粗。唔知係咪呢只？唔知係咁意思啊？唔知啊，想知係咪紅金扒咧？士多啤梨啊，好多系好奇特嘅蔬菜，系完全香港未见过嘅，唔知乜嘢嚟真系，真系唔知咩嚟嘅啫。芦笋就知啦，芦笋佢平嘅啫。啊，个生菜唔女，哇咁靓嘅生菜。哇！豆苗60喎，真係哇，真係搞錯啊！好、哦、大袋豆苗啊，60 yen 啊，真係講啲都唔信啊！3蚊雞，啊！買咗士多啤梨同埋橙。橙。佢金夏嘅橙嚟㗎。橙就102 yen 啦，見到啦。呢個350啦，嚇。OK 啦，嚇。依間我都啊，都知揾到間。價錢幾好。嗯 ，OK 嚇。嚇。嚇，人見到買又過心思思啊。燒店嚟嘅。嚇，一人一買過心思思啊。
睇下多年几唔开心。多 parking here， 老细入去食饭，你就喺门口，知唔知？阿几唔开心？知唔知？点啊？你仲影佢唔开心？唔开心啊？吓点啊？点啊？唔得啊？吓？等紧老细啊？等下啦，人哋食嘢，你日本啊，香港啊，香港嗰啲人一齐食嘅，你就真系冇用你抵打咧。人哋狗嚟做狗，你做狗，嗱喺成文通新苑街捉猪都有少少收获啦，吓买咗生果。雀仔，喂，可唔可以屙屎嘅呢啲？我听到呢啲雀声，即系避开啊，唔好行开啊，真系行个树下边啊！哇，头先见到佢钓只鸡，钓条鱼，真系，真系要啲人比较残忍啲啊，真系。啊！后生钓鸡嘅钓鱼，诶、欸，有一间喎、啊，会仲平啲啊！哇，老亲啊！买完啦，平均发啦，睇会平啲。唔会啊！唔会啊！贵啲啊！380仲细粒啲啊！细粒啲。间间都系最安稳噶喎，吓、啊。咩安稳？个地方咧，吓、啊，安稳地方点？嗱，佢一样。嗱，嚟从本咧想买生果咧。成文通啊，新苑街有两间，我第一间就平啲嘅，第二间就贵啲嘅，好彩第一间买咗生果，第二间就贵啲咧，系冇咁靓。成文通新苑街比较大众化啲啦，嗱，连啲杂货乜啲玩具仔啊，啲好似我哋文记嗰啲，不过讲文记，好多人都唔知咩叫文记嘅。吓、啊？喂，识讲嘢，识答你噶？系啊，点啊？学你讲嘢，你听唔明嘅？听唔明咧？听唔明啊？我讲咩话？广东话。おはよう、こちらにいます。听得明啦吓？啊？そうですね。喂，你叻过而家嗰啲 ChatGPT 喎。啊，不过你唔识做 video 啊。唔识偷 video 啊。そうですね。系啊，好啦，拜拜啦。さよなら。さよ。喂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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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The first round number is number one。喂，以前嗰个好听啊，佢讲边句嗰个？嗰边个？嗰个夏春秋啊 ？The second round number is number two。哇，吓咁慢嘅，嚟到呢度嚟噶？拍戏人哋拍到嚟呢度啦。但系好懒散，我见到啲啲助手系啊，成手成手啊，成手通新苑街，哇个大鸟居喎、啊，哇个大鸟居啊，好正，哇四柱神社啊，嗯。冇嘢食啊！我仔磅啦，冇啊！我都冇袋嘢嚟食，唉，好啦，冇嘢食。
睇一睇咧，去上高地啊，成安高原嗰啲八字車飛可以喺度買嘅。Epico 咧公司喺呢度嘅，可以。又喺 Epico Plaza 一樓咯，爭啲唔記得咗拍 video 添。因為你啊，食過成嚟咗日本食過成咁成七八次、十次有啦，但係拍嘅次數好少，一兩次諗住重複都唔拍嘅。不過而家都拍翻啦嚇。今晚都係嚟翻 Epico Plaza 七樓嘅薩利亞，即係我哋飯堂就食晚飯啦。都大間嘅間啫，好正嘅。好多時都唔係咧，食完先醒起，係喎。今晚我哋點解又唔拍 video 咧？嚇，好多時重複性嘅拍 video 嗰時，我都唔係好想嘅。嗰時真係，不過咩咧嚇？有網友提醒我，我哋好多時都冇拍 video 啊。啊，呢間好大間嘅，同埋 view 好正嘅，望到街景嘅呢、這個啊，有飲嘢啦嚇。好、啊，係、哎。有卡位咧，我哋飲翻杯暖水先。街景啊，好正嘅，挨上少少咧。哇！咁樣喎、啊。唔係，拉上。先啦，我哋好似控制唔到嗰個窗簾啊！見到街景幾正嘅，就得啦。我對呢啲好恐懼啊！我細個咧喺學校咧。一扯啲嘢成個，不如啪啲跌到嚟咧，俾先生鬧到阿媽都唔認得，所以而家有少少恐懼對於啲嘢。下邊咧成排雪山好犀利，日本阿爾卑斯山見曬，好犀利，好犀利，好靚。直薩利亞喎，我哋飯堂啊，叫乜嘢啊？介紹下啦。這個是漢堡扒、啊、這裡漢堡扒很漂亮的、嗯、有牛仔、啊、和牛、啊、這幾個和牛扒、啊、還有那個汁很漂亮的、嗯、這裡有個青口、啊、青口這裡有個披薩、啊、它這裡有這隻你叫什麼汁、啊、那些什麼橄欖油橄欖油、啊、橄欖油很漂亮、啊嗯嗯、怕不夠飽了 top 一個飯、當然我叫飯的我送和牛很漂亮的、嗯、不是加食和牛就比較悶一點好啦，食完晚餐又一樣咧，掃到乾乾淨淨啊！今餐就係1400蚊，好似比琴晚食餃子就平咗十零蚊啩，係唔錯啦～